杨子。不熟悉杨子的可能不知道，杨子和成毅早在两人合作《沉香》前就已经是娱乐圈里的好朋友了。当初杨子和成毅还是剧里面的小配角，也是因为那部戏让杨子和金俊杰因戏生情了。如今杨子回归单身，与成毅二搭合作《沉香》，两人作为多年的老朋友，该聊的八卦是不能少的。当初杨子和肖战合作《余生》的时候，外界将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的，甚至不少人都认为杨子和肖战两人私底下是在一起了。毕竟肖战看杨子的眼神确实不是很光明磊落，以至于 CP 粉们都纷纷磕上头了。如今绯闻的女主角在跟前，成毅怎么能错过这个八卦感情的机会呢？一次成毅悄悄八卦杨子，肖战是理想型吗？注意杨子说漏嘴一句，他又高又帅，很难拒绝好吗？实在是令人意外，两人当初的余生夫妇可是非常深入人心的。像肖战这么优秀又帅气的男生，是广大女生的理想型也不意外。毕竟杨子也是女生，也喜欢帅哥，起码喜欢彭于晏的。杨子的眼光比不到哪里去，为此你还在磕杨子和肖战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